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史莱猫，欢迎收看实况野球2021中信兄弟季赛模式。今天的先发投手是黄恩赐，对上统一狮的洋投布雷克，我们就开始比赛吧。今天是跟统一狮的系列战的第二战，一样是在中信兄弟的主场东京巨蛋。東京ドームです。ブラザーズ対ライオンズ、2回戦の模様をお送りいたします。ブラザーズの先発は右のコウ、ライオンズの先発は右のブラック。今天是土洋对决啊。中外野手是许耀祥。黄恩赐本季的第二次先发出赛啊。前一次的先发表现不错哎，一胜零败，防御率2.57。来练投吧。首先是直球，再来看一下这个滑球啊，最后是直插球。哎呀，失头啊！然后第一棒是陈杰宪，打击率3.21，有两发全垒打。第一球是外角的好球，哇，选掉啊！第三球を投げました。有三垒正面传向一垒，形成一出局。再来是二棒的苏志杰，3.58打击率，有四发全垒打，非常厉害啊！好，形成了一好一坏。哇，是坏球啊！这球是一垒手方向传向，哦，抛给补位的投手啊，形成两出局。再来是三棒的林安可，四哥难啊，有三发全垒打，一球打成界外。第二球选掉啊，选球这么好啊，怎么样啊？哇，还选得掉？怎么样啊？被游击手接杀出局，形成三上三下。轮到我的进攻啦！统一狮的投手是洋投布雷克，2胜0败，防御率1.15而已啊，好厉害哦！来看一下变化球吧。为什么这么厉害啊？看一下哦，有一个垂直滑球、直插球跟一个曲球啊，球速146，对左打者一。好，开始比赛吧。第一棒是王威成，第一球是偏低的坏球。外角的需求没有进到好球带。好，三球是直球啊。直球有没有办法？被游击手接杀了，没打好啊。轮到第二棒的游击手江坤宇，五哥男怎么样啊？五哥男啊！可以冲二垒，上到了二垒啊！等到三棒的许阿翔，第一球是个外角的坏球，哇，拉太快了啦！这球挤压到，被中外野手锁定了，只能期望第四棒的张志豪了。这球打得非常深远啊，打在了墙壁上，形成一支二垒安打，还有一分打点，先持得点啊，靠着张志豪的二垒安打。再轮到五棒的詹子贤，第一球是个偏内角的坏球，
再来是偏低的坏球啊！哇，切掉！被游击手陈杰宪掌握到了，三人出局。不过中信兄弟先持得点，首先1-0啊！再来统一师的打击，轮到第四棒的陈庸基，打击率3.46，有两发全垒打。第一球是个好球。耶，拐进来啊！哇，形成一个长打吗？没错啊，上到了二垒，是一支二垒安打 ，lead off double。轮到五棒的潘武雄。两好球。第三球选掉啊，形成两好一坏。游击方向。哇！是算内安打、啊，连续两支安打，一二垒有人。啊，那个小可爱传的有点高啊，不过击安打哎、欸。等到六棒的郭富林，有四发全垒打，只是打击率偏低啊。挥棒落空，三球三振，关键的三振啊。再来是七棒的陈崇宇，这球没有打好，中外野手的球啊！中外野手接到之后传向三垒，冻结住跑者，两出局还是一二垒有人啊！关键的打席轮到林敬凯，哇，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，回来得分了，是不是？啊！Safe！ 徐亚翔的回传来不及啊，而且对方趁传又上到了二三垒，差一点点啊！等于是追平的比分。再来是第九棒的林祖杰，第一球挥棒落空，第二球投げました。有球打成了右半边的界外球。第三球を投げました。林の際どい球。次が四球目。見逃し三振。好，第三球，看着球进来啊，三振出局。王四两局的头球掉了一分。再来中信兄弟的打击，轮到六棒的许基宏。球咬中啊！落地形成安打，许基宏往二垒去了，是一支二垒安打，也是 lead off double。再来是七棒的苏伟达，这球偏低啊！哇，要中啦！伟达炸裂！太神啦、啊！3-1啊！反方向的全垒打刚好过去哎、欸，太舍了，本季第七轰了耶！手感太好了吧？刚好过墙啊！11发2分炮。等到阿潘的打击啊，布雷克防御率上升到2.70了。就反方向，游击手传的有点高啊，实际上是游击手的传球失误。哇，还是没有人出局哎，轮到陈家驹。哇，砍成了反方向，还是有推进的效果。一出局二垒有人，轮到王威成的打击。围城加油！
第三球を投げた。王威成，这球拉回来有没有？超级超级平射炮！王威成本季的第一轰，是一发两分炮，五比一了啦！就突然想要开强阵啊！难得一见的全垒打，都是刚好过去啊！太神了！阿坤也来一支吗？那球拉得比较快啊，所以比较强劲。这球是坏球，我要来猜直球了。哇 啊！这什么球？超鸟的！呀！可恶啊！好吧，这还是第三棒的许阿翔啊！哇，威神居然炸裂啊！我都不敢相信了。地球是外角的坏球。你的球虽然 nice pitch， 但是是偏低的直插球。中间方向形成安打。许阿翔终于打出安打了。哇，瞄到了耶！挥棒就是全垒打了。哎呀，偏高！哟，打得非常深远，没有接到的话，许阿翔要回来喽！许阿翔的速度飞快啊！哇，布雷克爆掉了！谁叫陈杰信要失误啊？反方向，一垒手接到，传给不畏的投手，终于三人出局了，灌了五分啊！再来同一次的打击，轮回到第一棒陈杰宪，一球挥棒落空，149公里的快速直球，哎呀，失头了，这球。被四爷打出去啊！不要让他上二垒。许阿翔的处理非常快啊！再来是二棒的苏志杰啊！啊，又失头。第三球を投げた。ボール。第四球を投げました。哎呀，这打球啊，好痛啊！看来是没事啊。第五球投げました。这球不太妙啊，好像游击，再传给一垒，双杀守备啊，463的 double play， 等到李安可的打击啊，垒上都没人了，这球拉成了一发界外全垒打，这又是外角的变速球，三振出局。王四稳下来了，三局掉一分。布雷克续投吗？没有，换投手了。又是邱浩君，防御率27啊，零胜一败。好，看一下变化球种，快速直插球、曲球还有滑球啊，球速149。快速直插球啊。这球偏内角，中间方向窜出去形成安打，虽然有布阵，但是还是拦不到啊！游击手还是拦不到啊！等到苏伟达的打击，前一次是一发两分炮，哇，这球倒是不妙啊！停下，四爷，四爷。你的传球准双杀的耶，怎么变成一垒有人？四爷，好了好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切，阿潘打成了双杀打，又轮回到了统一师的进攻。哎呦，陈庸基啊，第四棒，3.58打击率。击
哥是怪物啊，这球选掉。好，第二球是外角的变化球，挥棒落空。第三球怎么配呢？哇，打成安打了，越过二垒手的头顶，形成一支一垒安打。哇，没有人出局，一垒有人啊，轮到潘武雄啊，会到垒吗？差五分应该不会啦。投手正面传向一垒，再传回来讲什么？传向二垒，再传向一垒啊！刚刚是一六三吗？哇，反方向很远。这个拼二垒，转传就来不及了。哇，郭富林一支二垒安打，三明治啊！好，两好球可以来吊球了。さあ4球目。インローへ変化球外れたボール。第5球投げた。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好啦，四局上半结束，统一是六支安打才换回来一分啊！残垒，也不是残垒啊，双杀打。好，第一分是我们的，不是啊，不是家驹啊。哇，这球又是二垒方向啊，又是 DP 球啊！再轮回到第一棒的王威成，前一次打击是开轰啊。来挑战双响炮吗？跟你拼了！又是二垒方向，疯狂二垒方向滚地球啊！好啦，不闹了，阿坤加油！终于啊，拿出了安打，中外方向的一垒安打。轮到第三棒的许阿翔，今天有一支一垒安打的表现，这球拉得非常扎实。这球是一支三垒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太神啦，许阿翔。一垒安打跟三垒安打都有了，这球张志豪又是一支非常深远的安打，本场比赛的第二支二垒安打出现了。来是詹子贤的打击，开墙阵哦，棒又来。打到坏球了啦！好啦好啦，这局得了两分啊，还不错啦。再来是五局上半，王恩赐续投啊，中间方向有一手接到传向一垒 ，nice play， 差点穿出去形成安打。再来是九棒的炸主林祖杰，投手正面，抛给一垒手，两出局。接着轮回到第三轮的第一棒陈杰宪，今天没有极限吗？今天的传球真的没有极限啊！呀，被王威成接杀啦！好，又轮到我们进攻了。轮到许基宏的打击，今天有两支安打。球挤压到，这个弱点被左外手掌握到了，形成一出局。这还是最近非常火烫的苏伟达，球咬中了，但是直直的朝中外野手飞去啊！好，轮到八棒的潘志芳，二垒正面传上一垒，三上三下。好啦，上半场打完了，
进入到第六局上半，等到二棒的苏智杰啊，外角的好球进雷，这球拉太快了，就挤压到，哎呀，我跑错方向了，我跑错方向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通常我自己雷自己就是要失分了、啊。拜托来个双杀打、啊！哎呦，好强劲啊！哇，这个选球！安打、啊！不要冲三垒，先传三垒啊！啊，完蛋了！好，第一球用机挥棒落空啊！内野高飞，必死球，被二垒手接到。再来是他可以攀武雄，第一球是直杀球，是一个好球。该不会又是双杀吧？没有啊，一垒来不及啊。一三垒有人，两出局。等到前一次敲出二垒安打的郭富林啊，皮球打成了插棒界外。王威成 ，nice play 吗？传高了，但是还是来得及啊。非常精彩的守备。拦得超级漂亮，在界外区传球啊！虽然传高了，但是基宏更高啊，跳得更高啊！好啦，惊险之下，八支安打居然还是只得一分啊！轮到家居的打击，今天没有安打耶。这球偏低。直插球掉进好球袋啊！快速直插球，快速直插球，打得不错啊！被四爷接杀出局，形成一人出局。轮到第一棒的王威成，今天有一发全垒打。直球，鸟飞啊！被右外手接到了。轮到第二棒的阿坤。两坏球啊，会来直球吗？没错啊，哇，结果打在三垒正面啊。好啦，比赛快要结束了，只有三局，不能小看对手啊，七分差、啊。对手只是缺了一点运气啊！投手正面，穿向一垒，一人出局。再来是八棒的林敬凯，今天有一次安打的表现哦。首先是外角的好球，不跳 ，nice play。跳我跳，哎，居然没有重播啊 ！Nice play 就是要重播啊！我跳，好了，再来是炸主的打击啊！应该是 N 4的最后一局哦。哇，开始失投了。然后球非常漂亮的进了一点。内角的直球，封住了打者。七局打完，兄弟八比一啊！七局上打完才对啊！好，轮到许阿翔，邱浩君还在投。外角的坏球，这球直插球被我逮中了，逮中了。出去了，本季第20轰。
对啊，君投好多局哦，比先发还会投哎。好啦，比数来到了9-1啊，终于换投了，黄俊彦。豪宅是志豪的打击。偏高的好球啊！第三球を投げた。危ない球。さあ四球目。哇，挤压到！快冲啊！给他传球失误啊，可惜啊！这个失误率太高了吧？这个魔送球哎！哇！我没有运气啊，没有运气啊！再来是基宏的打击啊！今天表现不错，3-2。反方向，非常深远，但是缺了一点高度啊！打在墙上的二垒安打，轮到苏伟达的打击。不能双响炮呢？哎，我刚刚看他的变化球吗？好像没有哎。直杀球、曲球跟滑球，球速149，对左打者 F， 好奇怪啊！对左打者 F， 还派上来对付我啊！呀哈，追不到就是追不到。球看得很仔细啊！阿潘，你也要炸裂吗？奇怪啊，刚好打在一垒垒包上啊！怎么不像今天王柏荣那一球一样啊？怎么不会弹起来啊？可恶啊！好，轮到四爷的打击啊！这时候应该要换投手了，我要换上谢龙豪。本季第5次的出赛啊，防御率还是完美的零啊。来练投一下。最后来个滑球。OK， 来解决四爷吧。哇，跳起来没接到，四爷会不会上二垒呢？没有啊，不敢上二垒啊。四爷安打了，单场两支安打，厉害耶！好，这球好可怕哦，擦棒背部，挤压到，被游击手接杀。再来是四哥拿林安可，今天有一支安打的表现。哇，偏低一点点啊！内角球，二缝线拐了回来啊！再来是陈永基的打击啊，真的是老鬼耶，三打数两安打。这球挥棒慢了点。哇，打太快了。挤压到，差点搞笑啊！好啦，我要换代打了。今天的家居表现不太好啊，我看打击率降到了3.33哎，所以我要换代打了。觉得谁好呢？周董吗？周董好了，相信周董。打击率30%不是梦。哇，这球很刁钻哦。挥了空棒啊，好像是坏球。好，一好两坏。哇，好可惜。
直球，周董的速度，不快啊！我要哭了。好吧，威臣今天四打数一安打，我要换代打了。守三垒的可以守三垒的有谁啊？谁的守备力比较好啊？好了，陈伟汉好了。单纯让威臣早点下去休息啊！伟汉，哇，这球 nice pitch， 连续两球 nice pitch 啊！哎呀，打到坏球！哇，打高了，没有瞄准。再来是阿坤的打击，今天两支安打。许阿翔能不能再上来啊？关键打击耶，想要再挑战一次完全打击啊！小美，让我上垒好不好？小美，没错没错，保送保送保送。啊！中间方向，接线，怎么传那么准？接线，啊，许亚翔差一点啊，没有上来打击的机会。今天四支三吗？有点忘记了。守备的话，有几手给阿强吧，可以换一换了啦。让岳振华上来守备。应该差不多就这样了，基宏也可以休息了。好，轮到 Take 啊，那也是该换投手了。最后交给大元吧，交给大元来收尾啊。也是本季的第五次出赛，我都控制得很好啊。希望可以稳稳的结束啊！今天虽然大比分，但是我觉得统一是机会蛮多的，只是很可惜啊，攻势都被中断了，被美记啊，或是 double play 啊，真的是很可惜啊！哟，一垒方向哦，我给补位的投手，一人出局啊！再来是富林。手打得不好啊，好快就两出局了。还是今天没有安打的崇宇啊，扑下去没有扑到。哇，这球打得很扎实耶，打在墙上弹回来，啊，不上二垒啊，我觉得可以上二垒，没有跑这么慢吧，走力逼耶，在干嘛啊？中间方向，打在投手身上，二垒手去接球。只能靠二垒手接球了，还在发呆啊！大元的防御率零啊！最后关键的黑光落空，然后球了。选掉啊，可是谁球嘞？打成界外。哎，啊，我忘了。最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忘了换捕手啊！我整个漏看呢，我在干嘛？周董当捕手哎，搞什么？我在干嘛、啊？好啦，最后三振了，换捕手就三振了。可能打者都傻住了、啊，你们都没发现周董是捕手吗？好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10-1啊！其实我前面找不到打击手感耶，好险后来有找到啊。
志豪今天三打点啊，居然不是徐阿翔，可恶！徐阿翔也三打点以上吧？王恩赐也是 hero 啊，七局没有四指球，然后十一分而已吧。好啦好啦，今天的比赛结束了，是大胜，3小时32分钟，王恩赐的第二胜，拜登投手则是布雷克啊，2胜1败。好，今天有王威成的守轰啊，有够好笑的，不错不错，这场不错啊。很满意啊，连续14场比赛有打点。来，新闻时间，阪神的这个洋将啊，什么 Suarez， 哇，两周啊，他休两周啊，肩膀受伤。陈凯伦，你怎么了？要休六天啊。眼见恢复了，恭喜恭喜。保持健康啊，各位！好，看一下下一场比赛吧。是廖宇中啊，等一下我的来福利怎么都休息不够是不是啊？哦，许基勇的状况变成最好了。好啦，下一场是庞威伦哎。好啦，就土头对决了啦。那我们就玩到这里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史莱猫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